경탁생장광호인직주가의도익직면시멍투소잘려디흥앵위파유타이난멍능괴벼야소라이러캐도이난단디타멍쇠왕덕멍평안다라지외장이가의치우가피아리기허타멍터이멍투기려주就欢喜起来，耶稣对他们说：“望你们平安。”就祝福派向了我，我也同样派向了你们。大家这位就向他们放了一口气，说：“你们妙受下生吧，你们赦免三个罪，三个罪绝，三个绝就得赦免。你们保留三个绝，三个绝就被保留。”十二个人当有一个叫弟弟莫来多灭，当耶稣主来时，却无当他们作父。其他的门徒向他说：“我们推得了主。”当多灭对他们说：“除非我推着伊手着个钉坑，用我个手指烫着钉坑，用我个手烫着他个鼻里，我却未成。”八日以后，耶稣的门徒又到厝内，多灭也同他们作伴。门拢关掉，耶稣来了，徛到中间，徛到林间，说：“愿你们平安。”然后对多灭说：“将你个指头伸至我个指甲，吞吞我个手啊，伸你个手来，探入我个鼻里，不要做无信的人，但要做个有信的人。”多灭回答说：“我主，我天主。”耶稣对他说：“因为你听着我才相信，何愁无听着就相信该，真是有福该。”耶稣到门徒中，发现了许多神迹，无记录一部之著。这个所记载的是为叫人相信耶稣是弥赛亚天主子。并使你们成为人来他的名获得圣名。基督的福音，基督我们赞美你。各位兄弟姐妹，福州第一日该咩事耶稣向向和门徒们，虽将门是关掉，但是耶稣主出行徛到伊人当，即种人个门，人个心门，虽然是过掉，但是耶稣主啊有变迹来。迄种是第一拜个时候，多咩无多，门徒甲伊人甲伊打，伊人推掉了主，多咩未相信，要八日后。耶稣主第二摆向向了中途，咱因为这件事，有时咱都批评多灭，但伊是无信个人，伊怀疑耶稣主，但是其实啊，多灭是真老实个人，伊。不明白，那伊当我不明白，我无当相信。其实，伊是当实话，伊无当假假，不明白，伊假假当哦明白咯，无当相信假假当哦相信咯，无，多咩伊是真老实，伊当实话。那有时啊，咱在咱个信仰个生活内边，那有解是廿岁几十年个，有解是成廿岁个。但是咱对咱个信仰，咱对耶稣主，咱较有真解会明白。有时咱虽然无明白，但是咱解释解话，咱答哦，我明白。咱无正式了解，因为咱无正式了解，咱无
好好的对耶稣主的福音去听。比如理解啊，比如当咱未明白这个受苦的意思，咱在耶稣主伊来世界的时候，伊受真侪苦，受人误会了，真侪人无接受伊了，到话受一个迫害了，为咱死到十字架上。真哩，耶稣主爱受一撮苦，了咱家己个生活，当咱在咱本有真侪苦，各样个苦，咱较会明白。起初受苦的意思是滴个，咱若是无明白，或者是哈，咱就卖忘天、卖忘地、卖忘人、卖忘咱家己。就是这种人，这个病得的问题，咱无完全明白。但是咱较有大起初经验当，去求个天主的声音是滴个。在咱若是反省一下，即阵是听出个声音，或者是听出呾，叫咱帮忙咱个脚步。咱平常时走来走去，咱做工做地间，咱对咱个家庭，对咱家己个灵修，对好多事情，咱看一只物，咱无去理，无去听。咱只顾做工做工的，伊阵天主给咱一个机会帮忙，好好来了解、来明白咱生命的意思。天主给咱时间，给咱个给咱做补，使咱有边界，咱要亲近。尤其是咱夫妻之间啊，咱爸母子女之间，真侪时候咱无好好抽出时间相处。要来陪人的心思，这种天主可能一个机会。平常时，咱对身边的人、孤单的人、受苦的人，有时无免注意。这种时，天主使咱的眼会开，在咱人身边有一撮需要的人，需要人伸出咱的手去相帮。另外，一个咱未明白的。比如咱人耶稣主对咱个这个加恩，但咱爱宽恕，但是咱好多是无真正明白耶稣主个意思，咱也无学得好好去明白，好好去实践，咱心内话真侪气，真侪恨，咱话定定学得爱报仇，咱个想着对得罪人个人，咱气到心头。今次耶稣主甲门徒答：“恁若是我个相信，恁若是释放伫点恁生命伫点个罪，伫点个罪就得生命。恁若是把伊紧紧，恁若卖生命，使就袂得这个释放。意思是伫个耶稣主劝说人家，咱就爱等落。”咱就爱开咱个心，有影会明白接受耶稣主个宽恕，对待咱心目当认为是得罪人个人放掉，开咱个心，使咱个得到自由，使好个咱个得到自由，得到耶稣主个平安。另外，理解咱未明白个。咱嘛未明白团体对咱个动摇。耶稣主第一摆行行个时候，多麦无多，因为多麦离开了伊个团体。第二摆伊甲团体做伴，耶稣主来咯，伊甲耶稣主有对答，伊明白咯，伊接受咯。咱对偏下惊，即个对偏下惊，即个中途大事落来搬，都提不着到，咱个教会初期个团体，伊人做咩
其实相处了，相处的时候，伊人听这个中途的教诲，伊人家己之间啊，有这个分享伊人的心得，了然后庆祝这个圣体的圣事，了花作物来祈祷，咱较爱爱惜咱家的团体，咱做加油，咱毋是家己私人个事，咱是甲别个加油，咱做主来对耶稣来朝拜耶稣，咱需要团体，咱需要别人为咱祈祷，别人守护咱进步，咱也爱守护别人，所以咱大家伙来培养咱参加一个团体，有团体来守护就是做不成长。但是有时咱不明白，咱是家家己，家己做家有咱，家己顾家己，无顾别人，也无甲团体甲咱其他嘅家有咱做不来往。甲这个福音，提着耶稣主第二摆显现嘅时候，多咩？本来是咱伊爱去探求，去摸伊个病历，爱去摸伊个手，个顶个空。但是伊无鸟只在做，因为当伊推着耶稣做个时候，面摸伊就相信咯。因为耶稣做个病历，这个空，耶稣死个时候所捞出来这个血水，大麦马上感受到耶稣主的仁慈，耶稣主的慈悲，耶稣主的怜悯。咱今日也是庆祝这个上主慈悲的这个奖励，圣神的慈悲。咱这个圣神慈悲的时候，就是耶稣主双手开了来，到伊到伊个病里个这个光红色界、白色界。意思就是耶稣主的爱，耶稣主的慈悲奉献给咱世人，咱领受了耶稣主的慈悲，咱专门奉献伊个慈悲。多咩相信咯？伊宣讲伊个信德，伊对耶稣主他我主我天主。要今日咱不是就是咱对这个合我个主，咱甲多咩朋友，咱爱当你是我个主，你是我主，我天主，咱愿意在咱个生活当好好个去接受耶稣主个爱，耶稣主个慈悲，耶稣主个宽恕，耶稣主个教诲，了咱将老所领受个，甲咱身边个人，由咱个家庭开始。咱身边个人将耶稣主个生命，甲指出咱分享。感谢大家，天主祝福您。